哎呀，这大苹果这大，烂了啊！谁让你烂的？怎么还烂了呢？哎呀妈，坏了坏了坏了！一会儿小米粒见着我以后拿不出来，又说我失禁了，这可怎么整啊？你说，哎呀，急死我了！你家喂喂，小米粒啊，是我呀！哎呀妈呀，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呀？我就是赵刚子他大舅。妈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在网上发布的那个帮助农民兄弟推销苹果的信息我收到了，我第二天我就回村了，我就把我们村那果农种的苹果给你带来一箱子，我让你看一看。哎呀，我们老家那苹果老好了，老大了，老红了，老甜了。这么说吧，大红苹果，大红苹果真好吃，真好吃。我高兴，我也向你学习，为农民朋友推销苹果。我现在已经到小区小广场这儿了，我就等着你了啊，等你来验货。哎呀，人老了就是不行了，老胳膊老腿挎一筐苹果，你可这把我累的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活动活动吧。哎呀，这胳膊还有点抬不起来。我的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累坏了吧？哎呀，大青子，你一惊一乍干啥呢？你是不是想报复我？就因为上回我揭露了你骗狗的行为，你故意的吓唬我是不是？大舅，怎么把人想成那样？人早就改邪了，还改邪归正。我临远看着你拿东西过来，挺累的，我寻思在这营营里给你按摩。你还有那好心，你还给我按摩？啊，你快走！哎呀，好！哎呀，真是好啊！哎，那咋有一箱苹果呢？我的。哦。哎呀，这箱苹果不是这箱苹果和我。我这箱苹果，我这，你给我掰过来。你这是按摩吗？你这是暗杀？你啥意思？哦，有可能你趁着我不注意，你想把这俩苹果你掉包吧你吧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这箱苹果可老好了，那可不行啊！你不能给我弄混了啊！说谁呢？什么什么就这种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啥谁呀？谁呀？是不是找你？谁呀？是吗？啊、哎呀，是不是小米粒啊？哎，小米粒啊！狗呢？我这家嘛，草场我跑了一圈，我也没看到人呢。你说是谁呀？你骗我呢吧？没有，那不那谁吗？那谁呀？那谁吗？就是那谁呀？那谁吗？那谁呀？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。你不知道他是谁？你说他有啥用呢？你不耽我功夫吗？你不对，你肯定是刚才把我支走了，把苹果掉包了吧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就是有意地把我撵走，然后把我这个苹果放在你这苹果旁边，再把你这个苹果放在我这上边，你是不是这么想的？大舅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你整错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不行啊，这是我的，我这是你的啊，这。对，我就想告诉你，这是我的，那是你的，不能弄错了。街坊邻居们，想错都错不了，我这回画个记号。我这箱苹果是三角的，你这箱苹果是五星的。我这五星的，错不了了。角，大舅，来了。我怕你一人搬苹果上楼太累，这不叫王小倩过来一起帮你。来个立根。哎呀，小米粒啊，你这个心地就是善良，就是好啊，想的真周到。苹果我给你带来了。哎，这个我得带着。大秦哥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哼，什么是没关系？我这不也帮人家义务推销的吗？义务？我没听错吧？不挣钱的事你能干吗？你脑袋是不是进疙瘩汤了？王小倩，大秦子哥当一回狗人，那也不能一辈子都是狗人吧？
品质都好的话，我就都要了。太好了，那就请你开箱验货。来，先看我这个，看好不好？哎呀，这大苹果啊，又大又圆的，一看就能好吃哈。是不是啊？那行了，看你订货多少钱，快交钱来。停！他这叫苹果吗？他这苹果跟我那苹果一比，他这顶多算是傻果。我的苹果比他还好，比他还大，比他还红呢。啊，是吗？不信你看看，嘿呀，我天哪，他的叫傻苹，你看看我这苹。哎呀妈，我这苹果咋烂了呢？这个，是不是他都弄混了？他这样。秀爷，啊，我特别想相信你，但是。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。不是，小倩啊，你不能这么怀疑我，我哪能拿那烂苹果呢？我觉得这里边有点事儿啊。别着急，我捋一捋啊。我刚才那他是不是肯定给我掉包了？我跟你说，你掉也掉不了，我上面做了记号了。你那上画的五星，我这上画的三角，这个绝对不能是三角，它应该是，哎呀妈，就是三角啊。这烂苹果咋成我的了呢？舅爷啊，你先别着急，你刚才不说有人给你调包了吗？可能啊，是谁呢？看我给他说话有证据。哎，大舅，要不这么的吧，你俩不如把刚才发生的事再重演一遍不就完了吗？对呀、啊。只要一重现刚才的场景，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。嗯，哎，大琴子，你敢不敢？你敢不敢？敢不敢？有什么要就演呗。好，二位请上演。刚才的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呀在小区外边抱着一箱苹果，一边给小母林打电话，我就过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怎的？然后他发现了我呀，就跟我讨好，我把这苹果放这了，他说要给我按摩，对不对？对，怎的？在给我按摩的时候，突然大喊一声，那是谁？我就跑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怎的？我跑了之后，你就换苹果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不是不对，不对，没换，没换啊！别慌，我没换。你换了？我没换。你肯定换了。哎呀，人没换呐。不是你得换。不是你不换，他就演不下去了吗？你看你这废。对你得换。你换过的，我换不就承认我换了？我没换。哎呀，这就不承认他换了，你说这俊云，你看这行不行啊？咱俩演啊，我演大秦哥。好啊，按照逻辑表演，你肯定得换，对不对？对。刚才的那过程你都发现了，都看明白了？看明白了。好，我当时啊往这一坐，他说给我按摩，突然大喊一声，那是谁？我就跑了。你看那是谁？对，我就跑。你开始换。我换了，舅爷，我换了啊，我换了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换钱能有病啊？你换能换过来吗？你把这钱倒过来不就完了吗？哎，你说这个咋办？这不急死我了吗？大舅，你别急啊，我相信你。你相信我没用啊，我得找到证据给我自己洗个清白呀、啊。这明明是我的苹果，弹了他愣说是他的。你说我怎么就不信他怎么能是他的呢？我就看这个，我就，哎，你说这苹果是你的？那。那这苹果你吃没吃？尝没尝？这苹果啥味儿的？这苹果，哎呀妈呀，又差一点。我说我尝了，他又说我给换了，我没尝。啊，你没尝啊？这话可是你说的啊、哦？他说他没尝，但你们看看这上边是啥？我看，这上面有个大牙印儿，一看就是刚咬的，哈喇子还没干呢。真恶心，大裙子。你不说你没尝过这箱里的苹果吗？这牙印哪来的？我哪是哪来的？我还说你咬的呢。哎，等会儿，哎，这牙印顶上还有个什么东西？这是啥玩意儿啊？韭菜叶。大橘子，你是吃韭菜了？我没吃。小美丽，你别问他了，看我的。那个大秦哥，嗯，
你说你没吃韭菜是不是？嗯，你敢不敢对我吹口气儿？敢不敢？是吹不是吸？是吹不是吸？是吹不是吸？是吹是吹。啊哒！我他吃韭菜了，太失算了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不是小明，实在对不起啊，我也是好心，我那些苹果本来是好的，放身上烂了嘛，谁想到是这样。大奇，你说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儿呢你？哎呀，我错了。你错了？你不光你错了，你差点毁了我一世英名，你知道吗？算了，小米粒，看他呀确实啊也有意思，帮着广东推销苹果，咱们呢且相信他一回。不过这页咱就翻过去了。哎，你要说我拿来的这个苹果它好不好？哎，好，太好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赶紧把联系方式给你，你就跟我们村签合同拉苹果。好，谢谢大舅。这事算我一个。算你干嘛呀？这差价呀。哇啊！一会儿我免费拉小米粒去那个地方，帮你把苹果运回来。这话是真的？好呗！哎呦我的妈！你不要冲我喘气啊！那个，那我看就原谅他一次吧，给他这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行行行行行，舅爷，哎，你看，那个这苹果咋办呢？那个别像他似的再放烂了。哟，对呀，到时候咱们纷纷吃了吧。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吃。哎，大舅，我有个建议，要不咱们把这箱苹果啊分给街坊邻居们尝尝，如果他们尝好了呢，还能帮你老家做宣传，扩大销量。太好了，咱们借这个机会也帮农民兄弟们一把呀。好，现在请街坊邻居们吃苹果吧。